本地今年二月的酒店客房平均房价写下五个月来的新高，达到近300元。客房的平均入住率年比有所下跌，但是与一月相比有所提升。旅游局的最新数据显示，本地今年二月的酒店客房平均入住率达到83%，年比下跌0.9%，不过是自去年九月以来最高。酒店客房的平均房价方面，今年二月的客房房价为298元，同比上升9%，以冠病疫情前2019年二月的224元相比，上升了约33%。今年二月份的客房平均收入指标也写下五个月来的新高，达248元，已经超出了2019年二月疫情前的水平。